可以招的还可以。所以说，应该刚开始你都看得大，其实不大。真的是不大，不大吧？你们感觉大了吧？我感觉我当时大了一点啊。你们因为你们不做现场，你们不知道这大吗？是不大吧？不大吧。油缸也是按照他那油缸一般去设计的。那接头号呢？你们改了一下对吧？改了。哦。这个对我们来说都简单。包括以后有一些毛病，小毛病坏了，只要大件坏了，我们都不用管的。哦。我们这样快管了，你们要给我们换。我、哦、这个回转速度差不多。这个是我们调的回转速度。这个你是在哪个地方调？哪都可以调，我后面装的有个压力板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流量板，我调哪个都可以。这个我让的多快，多快啊！让的再慢一点也可以，再快一点。我加这个调的有点太快了。这个我觉得速度还也不能快，因为这个不应该，我来做作业。按照这个强度要求最强的方法，其实是够的。他做个一两个月，他就说就看不出来了，是，他就质量很烂。但是再大也没法大了。中间那管他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。中间那管你张开也行。那我要讲他看得到吗？基本你加不到，都是自己加的吧？现在怪兽没卖了吧？